二二八的相关资料，走访了二二八纪念馆。台北市长的身份参加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活动，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而肃穆。台北市是台湾的首善之区，是台湾现代史的枢纽之地。走访了二二八纪念馆，各位贵宾，我们的现场环境稍微平复之后，我们再继续请市长为我们致辞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想谢谢文化局的安排和协助，让我更深入的了解并且阅读了二二八的相关资料，走访了二二八纪念馆，参观了常设展还有特展，也会晤了受难者的家属，聆听了他们的心声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个人生涯对台湾现代史的一次晋升洗礼，也是作为台北市长今后必得再三深入理解面对的责任。身为台北市长，我深深为76年前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弃烟事件，进而导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历史伤痛，致上诚挚的歉意。所有执政者都应以此为戒，施政必以满足人民的期望为宗旨，施政也必以维护基本人权为目标。